天能量分开，天能量关起来很多的人就那能量就要分开到房间。哦哦，对，嗯，好，你再跟爷爷讲一次，今天要做什么事情？今天要做的事情。今天楼下，今天社区要喷杀虫剂，很多蟑螂，要杀蟑螂、杀老鼠，的药哈。老爷，你的杀虫剂来？杀虫剂是那个太小的，是房间用的。今天外面都要喷，全部都要喷杀虫剂，然后蟑螂会跑出来一大堆。今天就很可怕，今天要小心。老爷，你的杀虫剂来？我放起来了，收好了。我们杀虫剂收起来了。好了，等一下，爷爷送你去学校。老爷都在，老爷在弄那个，在检查那个耳温枪。爷爷怎么了？爷爷你怎么了？我说爷爷没怎样，是耳温枪。小眼睛早安。妈妈，请说到一半就没有到大吗？嗯，在讲什么？小眼睛的早餐，吃肉松面包配摩奶奶。我吃不下吧？因为你刚刚已经吃了半个热狗面包了。你吃完，妈咪再给你吃半个酱油鲜贝。真的大哥，莫奶奶。掉了，又松。昨天半夜也有点发烧，到38.多度，所以起来挖起来吃药。今天早上还好，等一下吃完早餐，爷爷送你去学校 ，OK？哪边有个沙拉酱？你要沾沙拉酱，妈咪刚刚有帮你沾啦。在哪呀？我说我买的。哦，好，来 ，OK。要是那个上面的那个水果吗？那个不是水果，那个是沙拉。我要吃沙拉。那我要吃沙拉。确定。鸡翅，妈咪帮你粘啊。鸡翅。凉笋，好吃。有没有好吃？好了。干嘛？怎么了？变成了沙拉。那妈咪帮你粘呢？我不要沙拉。那个爷爷刚挤出来的沙拉呀。不要了。沙拉。那这块我来，这个我拿去。沙拉。这里。头很苦。好，你吃吃看。来个头很苦呀，来个头。我不吃头了，我不吃头。那不是头啊，群群。我在那里，这个是头，
这就是头尖尖的，就是头。我吃那个。你要吃哪个？这个。我当豆豆啦。对呀、啊，你用汤匙啊，你不是有汤匙吗？啊，掉了啦！哎，好了，春春。好，能能能能。这可是，你累死了，要睡觉了，君君。不要啦！你明天还想要去学校吗？为什么摇头？生病了。哎呦，那你就不要这样子再玩的太那个太夸张太累了。睡觉了，君君。你看，没有，妈咪没有让你过去的意思哦。妈，我撞头了。你撞头了。妈咪呼呼。呼呼。你就满头大汗了，你不要再玩那么夸张好不好？啊、哦！天哪！湘君晚安，要睡觉啦。耶、你唱大象的歌了。哦，你在唱大象的歌啊？大象，我的鼻子怎么这么长？妈妈不是。我这鼻子这一滴的这这飘呀！嗨，啊，亲啊！你满头汗的小朋友唱大象的歌啊？这什么歌？嗯，大象的鼻子真美丽的歌。那是什么歌？妈妈用的洗鼻剂来洗的鼻。你要洗什么？妈妈。嗯。我洗你的鼻子。不用啦，妈咪你有流鼻涕吧？妈妈，嗯，你也可能也有鼻涕。哦、啊，那你用吸鼻涕吸你的，别说你把舌头拔下来。妈咪，嗯，要用你的鼻孔。哦，不要了啦，那是吸过你的鼻子的、妈妈没担心，我告诉你。好。告诉你好吗？好啊。告诉你，快请过来。告诉你，等等，我担心，碰你的鼻孔好吗？好吗？好吗？张永群，赶快睡觉了。好啊。不要再跟你玩吸鼻涕的游戏了。晚安。哎，不对。那你先去这边好吗？哎，啊，哎，我不知道那边还有洞。我看到这边啦、啊。来，坐好。笑。